主料：南瓜200克，冬瓜3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鲍鱼汁2汤匙，豆豉3汤匙，大蒜3瓣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食材：冬瓜、南瓜、蒜瓣。蒜瓣去皮拍碎，南瓜去皮切厚片，冬瓜去皮洗净切块，豆豉清洗一下，沥干水。热锅放适量油，下蒜蓉爆香，倒下南瓜爆炒片刻，加上冬瓜继续翻炒，加上适量清水，遮上锅盖慢煮片刻，煮至水分收干，瓜身软透，调人盐，调人鲍鱼汁，拌炒均匀，盛入碗中。起锅再次烧热，放适量油，倒下豆豉干煎片刻，铲起扣在碗面上，是香味十足。烹饪技巧：南瓜相对难煮，先爆炒片刻，切的形状按自己喜好，也可以带皮一起烹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